性生活有助于缓解痛经吗？婚后规律的性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缓解，是因为女性在性生活的过程中可以从自身的伴侣当中获得有利的信息元素，这对于调节自身的内分泌有一定的帮助的。而越有规律的性生活可以让女性的雄激素水平更稳定，然后女性的月经不调、痛经情况也会慢慢有好转。引起痛经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很多女性都是因为有经血不能顺利的从子宫颈口流出而导致的，但是女性婚后的性生活可以帮助经血或者是子宫内膜剥脱，更好的排出，痛经情况自然就会好转了。还有就是在性生活的过程中，性高潮会促使人体的肌肉从收缩至放松，